一个好的企业呢，必须要具备一个好的全球的价值观，一个全球的视野，要有一些创新的愿意持续去发展的这样一些勇气。那么同时呢，作为可持续发展好的社会企业呢，一定是好的负责任的参与方和好的持续的推动者。那么我也是希望天齐锂业可以沿着这样一个好的ESG 的理念去持续的发展，和这个经济社会一起共同的进步，齐心协力的推动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好。Sara 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。现在呢，我们看到天齐锂业已经成为一间国际化的企业，我们也希望接下来借助 Sara 平台，在大湾区可以和更多的Sara 平台下好的企业一起去共同的探讨，怎么样用 ESG 更好的帮助企业去达到更好的经营目标的同时呢，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去持续的提供力量。